大家好，我是田园，今天要分享好吃又有趣的火山土豆泥。准备土豆大约1000克左右。现在正值秋季，正当季的土豆非常的香。煮熟，趁热去掉土豆皮。再往里面加1到2汤匙的黄油，还有盐调味，压成泥。做成火山的模样。泡发1到2颗的冬菇切碎，再准备葱花，炒锅烧热，加少量的油，先把葱花和冬菇碎炒香，放入猪肉末，炒至发白。再放事先准备好的调味料，都写在屏幕上了。烧开以后，慢慢加入芡汁勾芡，芡汁不要打得太浓，浇在土豆泥上。要记得撒一些葱花、香菜、红辣椒，动手试一下吧，真的非常棒。谢谢收看，喜欢记得给田园点个赞，有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，我会尽快回复。我们下次再见。